这也真是又急又忙。哎，小杰，我们已经狠狠羞辱那个人了，你怎么还是不开心啊？小金，小玉，走，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将军，衣服已经干了，我给将军更衣吧。这令牌没了，凭借此牌，你可以随意出入将军府，随时来找我。让他死，我背上叛逃的罪名。将军，奴婢小金拜见金国大将军。小金，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，奴婢只是个婢女，不要强行关系。你不要再碰万柳香了，她只会暂时缓解你，以后会让你更痛苦。孟成月，我就知道你会杀了我。你来找我，就是想让我杀了你。是我死在你的手，是我心之所欲。你应该自己去寻找真相。